北京林业大学历史源远流长，其前身可以追溯到1902年的京师大学堂农业科林学目，历经国立北京大学农科等时期，先后融入了清华学堂、直隶农务学堂、辅仁大学农学系、华北大学农学院等学术力量。1952年，在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中，由北京农业大学森林系与河北农学院森林系合并，独立设置北京林学院，是我国最早的林业高校之一。1956年，北京农业大学造园专业和清华大学建筑系部分并入。在60年办学的历程中，北京林业大学从一个专业百余名学生，发展成为同类院校中具有领先地位的高等学府。学校有14个教学院部，建有研究生院、继续教育学院和国际学院，设有57个专业及方向，116个硕士点，48个博士点。学校是国家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建设项目试点高校，首批211工程建设的重点高校，是以林学、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风景园林学、生物学、林业工程为特色，农、理、工、管、经、文、法、哲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全国重点大学。学校现有院士3人，中组部千人计划特聘教授入选者1人，长江学者特聘和讲座教授4人，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4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8人，国家百千万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8人。北京林业大学始终把提高教学质量摆在突出的位置，确立了本科教学工作的中心地位，构建了一主两翼三位一体的人才培养模式，积极搭建创新人才教育体系，教学改革成果获奖数量位居全国农林院校前列，获得了国家级教学成果奖8项，省部级教学成果奖30项，有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点12个，国家级教学团队5个，国家级精品课9门，国家级精品教材5种。在教育部组织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中获得优秀。60年来，学校培养了近10万名高级专业人才和大批外国留学生，从这个绿色的校园里走出了以13位两院院士为代表的一大批杰出的专家学者、优秀的管理人才。学校现有各类在校生3.2万多人，形成了以研究生和本科生教育为主的多层次人才培养体系，学生的文化素质、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不断提升，近年来获得了数百项国内外大奖，有5名研究生获教育部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奖，毕业生一次就业率一直稳定在95%以上。北京林业大学学科布局合理，特色学科优势突出，林学一级学科整体水平位居全国之首，在森林资源培育学科群、园林与人居环境学科群、生物质材料与能源学科群、生态与环境学科群、森林生物学科群、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特色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群等方面，培育了若干国内前沿的学科方向。北京林业大学科学研究实力雄厚，科技创新能力快速提升，科技成果产出显著提高，近10年来科研经费达8.6亿元，实现了9提3项目首席科学家和国家重大社科项目的突破。
主持八六三计划、国家自然科学重点基金、国家科技支撑计划等重大项目，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三项、国家级科技进步奖十二项、省部级科技奖九十余项，获授权各类自主知识产权成果266项，被三大检索机构收录学术论文数量大幅增加。在树木抗逆分子生物学基础、抗逆植物材料的选育与栽培技术、林木花卉新品种选育、栽培与应用、林业生态工程建设综合技术、森林生物质资源保护与利用等领域形成鲜明特色和优势。北京林业大学科技平台建设成效显著，依托我校建设的国家省部级科技平台共29个，包括国家工程实验室、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野外台站、国家非粮生物智能源原料研发中心、国家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区等。这些平台成为我国开展生态建设领域的重大科学研究、培养高层次人才的基地。北京林业大学坚持推行面向地方和行业的科技支撑和技术服务体系，在社会环境建设、地方经济发展等方面取得贡献。学校专家主持和参与了国家林业发展战略规划、南方雨雪冰冻灾害和汶川特大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北京市植物种质资源调查、江西省、贵州省森林生态系统综合效益评估等一系列与国家生态安全、资源保护与建设相关的政策咨询和规划制定等工作，为国家和地方林业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撑。北京林业大学积极探索政产学研用一体化的发展模式，产学研基地遍布全国各地，建立了北方林业新技术试验、示范和推广实践基地、南方林区福建三明综合实践基地、花卉种质创新与产业化示范实践基地、木质材料科技成果创新与转化基地、北方平原林业创新与良种示范实践基地、经济林育种和栽培实践基地等，推动了科技成果创新与转化。学校加紧建设北京市大学科技园、北京林大生态环保产业技术研究院成为中关村科学城建设项目，北林科技等主体科技产业企业以园林规划设计、人居环境改造施工、花卉产业等为主营业务，年产值超过7亿元，成为国家活居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学校建有先进的实验室和众多的实习基地，占地面积为12000多亩的实验林场得天独厚，校园环境优美，现代化的教学大楼、设备完善的学生公寓及信息化现代化于一体的图书馆、标本馆、科研楼、体育场馆以及新建的学研中心相应成规，是全国绿化、节能、节水创新工作先进单位。学校积极推进国际合作与开放办学，进入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签约院校行列，与3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170余所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非政府组织建立了教育与科技合作关系。今年以来，承办了32次重要的国际会议，执行国际合作项目40余项，每年承办商务部援外人力资源国际培训项目。学校是中国政府和北京市、
来华留学奖学金项目院校，外国留学生培养拓展至本科、硕士和博士层次。2011年，亚太地区林业院校长会议机制协调办公室在我校设立。北京林业大学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取得了突出成效，被评为北京市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先进校，校党委理论中心组创新成果获北京高校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优秀成果一等奖。党风廉政建设、统战工作、平安校园建设、工会教代会、共青团工作等都取得了显著成绩，获得了多项奖励。学校加强大学文化建设，形成了富有特色的绿色大学文化，是首批国家生态文明教育基地。28年不间断开展面向社会的绿色咨询活动，连续16年组织开展首都大学生绿桥活动，连续6年开展全国青少年绿色长征活动，受到社会高度赞誉。学校体育文化活动扎实开展，高水平运动员竞赛成绩突出，各类群体文化活动蔚然成风。建校60年的北京林业大学，如今又站在了新的起点上。学校将通过实施质量提升、结构优化、特色发展、人才强校、改革驱动、开放合作6大战略，以政产学研用紧密结合，推进协同创新，力争使学校的核心竞争力和社会贡献度进一步提升。到2020年，努力把学校建设成为国际知名、特色鲜明、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谱写出更加辉煌的篇章。